伴着一些重新的万物的复苏，在各种风雪难免，新的一年更纯洁。感觉有些阴谋，怪我的世界蝴蝶说你是主角，是主角对他的爱是不灭，我他心不灭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凌晨时间来告诉我。把星星都敲醒，月光晒得很凉快。
就好懂了。要肆意奔跑，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，也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施主，艺术品不说钱，说缘，一万八千元。Thank you.